胸壁的浅层结构。胸壁由胸廓和软组织构成，胸壁分为胸前区、胸外侧区和胸背区。为了叙述方便，这里仅介绍胸前区和胸外侧区，胸背区将在脊柱区进行描述。先介绍一下胸部皮肤的结构特点。胸前区和胸外侧区皮肤较薄，胸骨表面的皮肤由于皮下组织较少，活动性小，其他部位的皮肤活动性大。胸前部的皮肤面积大，质地和色泽与面部的皮肤相近，因此胸前部的皮肤可用于和面部创伤的修复。胸前壁皮肤的淋巴回流至野淋巴结的胸肌淋巴结，胸后壁皮肤的淋巴回流至野淋巴结的肩胛下淋巴结。下面再来介绍一下胸壁浅筋膜及浅筋膜内的结构。胸壁的浅筋膜内含有脂肪、皮神经、浅血管、浅淋巴管和乳腺。胸前区和胸外侧区的浅筋膜与颈部、腹部和上肢的浅筋膜相延续，浅筋膜的厚度个体差异较大。浅筋膜内的动脉主要是胸廓内动脉、肋间后动脉和腋动脉的分支。胸廓内动脉的穿支在距离胸骨侧缘大约1厘米的地方穿出，一般与肋间神经前皮质相伴行，分布于胸前区的内侧部。女性胸廓内动脉的第1到4穿支较粗大，发出分支分布于乳房，在进行乳房根治术时应注意结扎这些血管，以免引起出血。肋间后动脉的分支与肋间神经外侧皮质相伴行，分布于胸前区和胸外侧区的皮肤、肌和乳房。浅筋膜内的静脉包括胸廓内静脉的穿支和肋间后静脉的束支，分别注入胸廓内静脉和肋间后静脉。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浅静脉是胸腹壁静脉。胸腹壁静脉其与脐周静脉网沿着腹壁上部至胸前外侧部上行，汇入胸外侧静脉，收集腹壁上部胸前外侧区浅层的静脉血。胸腹壁静脉是上下腔静脉之间的重要交通途径之一，当肝门静脉高压时，可以通过胸腹壁静脉建立肝门腔静脉侧支循环，血流量增大时可出现静脉曲张。浅筋膜内的皮神经，胸前区和胸外侧区的皮神经来自颈丛和上部的肋间神经分支。来自颈丛的锁骨上神经分布于胸前区上部和肩部皮肤，肋间神经的外侧皮质在腋前线附近或腋中线附近发出，分布于胸外侧区和胸前区外侧部的皮肤。肋间神经的前皮质在胸骨两侧发出，分布于胸前区内侧部皮肤。肋间神经皮质的分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呈明显的阶段性分布，自上而下按神经序数排列。第二，肋间神经皮质分布于胸骨胶平面的皮肤。第四，肋间神经皮质分布于乳头平面。第六，肋间神经皮质分布于腱胸结合平面。第八，肋间神经皮质分布于肋弓平面。根据皮神经的阶段性分布，可判断麻醉平面和脊髓损伤的阶段。第二是
响铃阶段的肋间神经重叠分布，响铃的三个阶段的皮神经相互重叠，共同管理一个带状的皮肤感觉区。因此，一条肋间神经受损，这一条肋间神经所分布区域的感觉障碍不明显，只有在两条或两条以上响铃的肋间神经损伤时，才出现相应区域的感觉障碍。下面介绍一下乳房的结构。乳房是人类和哺乳动物皮肤的特化器官，乳房的形态发育受内分泌激素的影响，所以乳房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儿童和男性乳房不发达，青春期未受乳女性的乳房呈半球形，位于第二到六肋高度胸骨旁线和腋中线之间，贴附于胸大肌的表面。乳房由乳腺、脂肪和皮肤构成，乳腺位于浅筋膜浅深两层之间，被结缔组织分割成15到20个乳腺叶，每个乳腺叶有一个输乳管，以乳头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列，输乳管在靠近乳头处膨大为输乳管窦，末端变细开口于乳头的输乳孔。乳腺叶间的脂肪组织包绕在乳腺周围，称为脂肪囊。胸壁浅筋膜不仅形成乳腺的包囊，而且还发出许多小的纤维束，向前面连于皮肤，向深面连于胸肌筋膜，对乳房起支持和固定作用，称为乳房旋韧带或库珀韧带。乳房旋韧带两端固定，没有伸展性，乳腺癌侵及乳房旋韧带，韧带相对缩短，牵引皮肤向内形成许多小凹，严重时淋巴回流受阻，引起皮肤淋巴水肿，使局部皮肤呈现橘皮样改变。由于输乳管以乳头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列，因此乳腺脓肿切开引流时应做放射状切口，以防损伤输乳管。乳晕下脓肿应沿着乳晕边缘做弧形切口，愈合后皮肤切口不明显。乳房基底面稍微凹陷，与胸肌筋膜间有一个结缔组织间隙，称为乳房后隙，因此乳房可轻度移动。乳房后间隙的脓肿容易向下扩散，应进行低位切开引流。乳房的动脉供应主要包括胸廓内动脉的肋间前支，发自腋动脉的胸外侧动脉、胸间缝动脉和胸背动脉，以及上位四条肋间后动脉的前穿支。乳房的静脉有浅静脉和深静脉，深静脉与同名动脉伴行，汇入胸廓内静脉、肋间后静脉和腋静脉。胸廓内静脉是乳房静脉回流的主要静脉，也是乳腺癌转移的重要途径之一。乳房主要有锁骨上神经的分支、第二到六肋间神经的前皮质和外侧皮质分布，传导乳房的感觉。交感神经纤维支配乳房的腺体分泌和平滑肌收缩。下面介绍一下乳房的淋巴回流。女性乳房的淋巴管丰富，分为浅深两组，浅组位于皮下和皮内，深组位于乳腺小叶周围和输乳管壁内，浅深两组之间广泛吻合。乳房的淋巴主要引流至腋淋巴结，部分回流至胸骨旁淋巴结、胸肌间淋巴结和膈淋巴结
乳房的淋巴引流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第一，乳房外侧部和中央部的淋巴管主要注入野淋巴结的胸肌淋巴结，这是乳房淋巴回流的主要途径。第二，乳房上部的淋巴管注入野淋巴结的间淋巴结和注入锁骨上淋巴结。第三，乳房内侧部的淋巴管一部分注入胸骨旁淋巴结，另一部分与对侧乳房的淋巴管相吻合。第四，乳房内下部的淋巴管注入膈上淋巴结前组，并与腹前壁上部和膈下的淋巴管相吻合，从而间接的与肝上面的淋巴管相联系，这是乳腺癌肝转移的解剖学基础。第五，乳房深部的淋巴管经乳房后隙注入胸肌间淋巴结或野淋巴结的间淋巴结，胸肌间淋巴结又称 LOT 结，位于胸大肌和胸小肌之间，乳腺癌时容易受累。可见乳房的淋巴引流和交通十分广泛，乳腺癌一旦发生转移便严重影响预后。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应对乳腺癌进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会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好，这节课就讲到这儿，谢谢。